哥一阳恋爱已经3周年了，今天我决定用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来给他送一个礼物，先让他以为这个别人送给我的礼物最棒。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，好喜欢呀！你喜欢真好。这么大的礼物，你肯定破费了吧？对啊。啊？我给你买的没发货。啊！你丫头在这，居然敢在太子头上动手，不想活了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可能就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，我先进去了。哎呀，来了来了。还送我们是吧？礼物呢？没有礼物啊。你别去。嗯，给我亲爱的，哇，这么亲密，这个帽子都带到家里来了。听我解释，行李箱，意思就是说别人带箱子打包送走是吧？不是，看你们有什么东西。哎，瞎子一放鲜花，就发臭了。哎呀，给我最爱的宝，快点，给我最爱的宝，哎，我最最亲爱的易宝宝。送给我的，是啊，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在京东新百货上为你挑选的美旅直角箱。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一个行李箱只有7万元，箱子坏了你就那个胶布缠着继续用，我就惊呆了。不会啊，现在正值京东新百货年货节，很多大牌爆品、潮流服饰、运动装备、奢品钟表，百亿补贴，买贵必赔，过年送礼可划算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还有惊喜？你找找呗。不是你身上吧？嗯。万能基金卡。这张卡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。啊！你不会这么会玩吧？我喜欢你嘛！今天全程由我一钩子买单。走走走，走！哇，这个手链好好看啊！天哪！多少钱？54000。多少？54000。买。他突然袭击我。